全汉接球阀。全汉接球阀是当今国际上开发的高端产品，阀体采用锻钢和焊接结构。由于全焊接球阀用焊缝代替螺栓连接，焊缝过程成为阀门装配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，且焊接后阀门不可拆卸和检修，势必对焊接提出更严格的要求。焊接采用国际上先进的树脂仿真技术，对焊接工艺规范和焊接坡口进行优化设计，焊接在可控规自动焊机上自动焊接，确保了产品质量。伯特利阀门集团公司对全焊接球阀的研制成功，标志着集团公司在国内全焊接球阀制造领域指数骤然上升，并引起了国家有关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认可，已列为“十一五”规划重点推广产品。全焊接锻钢球阀主要适用于天然气、油品、煤气等介质，多用于长输管线、城市管网及石油化工等行业，具有密封性能可靠、使用寿命长、使用寿命可达40年，高强度、抗外力、防火、防静电，重量轻、结构紧凑、全通径，便于清扫管线，起闭力矩小、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。工程直径2至36英，压力等级150 lb到1500 lb。设计制造按 API 6D 的规定，对焊端的连接尺寸按 ANSI B16.25 的规定，阀门结构长度按 API 6D 的规定，阀门的试验与检验按 API 6D 的规定。